When a demo didn't go to plan, a young Hans-Jörg Gerber knew things could be better. And so begins a journey from then till now. And we kept on going. In 1971, Hans-Jörg Gerber created the first Thermomix. If all we wanted was to make a food processor, we would have stopped long back. But we wanted to create an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which is why we're still going. Then, now, always. Thermomix. OK， 所以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n， 我是今天的这个 host for 今天的这个 demo。所以呢，我们今天的 demo 呢就有非常快速的四道料理了，然后有一个 extra 的，其实只有三个吧。然后 in the end 我们又看了一个小小的 extra， 就是我们最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喝的 teh tarik， 还有就是我们的 kampung fried rice， 还有就是花生糊，还有当然少不了我们的 lemonade。OK， 所以我们先让我们的 presenter 跟大家 say hi 一下好吗？好，所以我们就先spotlight 一下我们今天的 presenter。大家记得把我们的这个 zoom 就是 share 给你们的朋友哦。好，maybe 婉秋你可以先 spotlight 一下 presenter 先。等一等哈 ，OK。所以来，今天我们的 presenter 有疑问。OK， maybe 伊文跟大家打招呼一下哈，还有就是我们的 Han， 还有我们的 Angel， 还有我们今天的 co-host， 我们的 controller 有晚秋。OK， hello， 欢迎。对，所以呢，你看今天每个人都穿得漂漂亮亮、美美的，为大家做这一场 demo， 好不好？所以呢，事不宜迟，我们先来，就是我先 start 一下我自己的小小的介绍啦。OK， 所以呢，大家好，我是 Jin 啦，其实我是 from TM5 user 到至今用 TM6 小的 ，so 算起来大概有两年多三年啦 ，so 用。I'm a happy user, OK, 现在我是一个很 happy user 啦。Before this, 我是不 happy 的，因为我跟错人买，然后我的 TM5 呢，我只是拿来做什么 ？Lemonade, broccoli, 还有煮白饭罢了，没有了。7000块的 machine 我就是买回来做这三样东西而已哦，真的，你们不要怀疑，因为我跟错人买哦，那个人没有 guide 我很多啦 ，OK, so。Until now， 我现在每一天呢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然后就是可以做很多面包送给朋友吃。然后现在 Mooncake Festival 要到了嘛，我们就有一大群的顾问一起做这些 Mooncake， 然后我也可以做 Mooncake 送给我的朋友家人一起吃。OK， 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Flip Chart 哈。OK， so 刚刚我跟大家 share 一点就是关于我的 Thermomix Journey 啦。OK， so maybe next 一下。在烹饪的时候，你们觉得其实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你觉得省钱重要，还是省时间，还是你要 creative， 还是你要就是要很简单，或者你想要养生的，你可以写一下。你还是你觉得全部都对你来说很重要？我是全部啦，因为
很多东西要做，所以呢，Tommy 真的是可以帮我很多很多，好，所以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OK，所以呢，你看，其实 Thermomixer 它是世界一流的德国品质的一个品牌来的，所以已经是普遍80多个国家了。然后它已经是有135年的历史哦。然后你可以看这个 slide，它下面呢这么多的那些奖项，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安全、非常好用、品质非常好的一个家电来的。OK，来。Next 啊，方便，对，我看到有人说要好吃省时间，对，其实这些 Thermomix 都可以帮助到你，只要你要跟对人买，你不懂的你一定要问啊，然后我们要以一个归零心态去用我们的 Thermomix，你就会用得很开心了，OK，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哈，这一个OK，我们的 Thermomix，你看从以前的好像一个 blender food processor 而已，until 现在好像有一个 mini iPad attached 在我们的主机这样，OK，然后就你看哦，until 这个 TN31 呢，到现在还是有人在用着哦，它是比较 manual 一点，没有像我们这个这样 advanced 的，OK，全方位的功能，对，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家电，OK，然后呢？经过统计啊，不是我讲的哈，OK。经过统计呢，其实我们每23秒就会卖出一台的 Thermomix，所以你想象一下哦，几乎呢，Thermomix 每一间家都不可缺少的一台家电哦，好过你买了五六七八样或者甚至10多样的家电，然后要想办法去塞这些家电塞在哪里，对不对？但是呢，Thermomix 它只是不能煎、不能炸、不能烤而已。Other than that，你要它帮你。做什么煮饭、做 blender 什么都可以哈。来，我们再看一下 next 哈。OK，所以你看这个呢，就是你会拿到的。Thermomix 你收到的时候，就是里面有这些，还有一个蝴蝶棒哦。所以呢，你要说它的煮锅容量很小，2.2 L 其实不小诶。OK，可以准备给蛮多位人吃的。OK，然后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家里都是大概有几位就是有几个人在家？就是你每天要准备多少人份的食物呢？你们可以留在 comment。OK，我自己本身就是2个人，然后我是用到很开心的。哦，你看有6位啊，甚至我有听过，好像伊问他家就是很多很多很多人的，所以呢，他每一天都要准备很多很多很多的食物，然后又可以很多 button 哦，什么东西可以做到？就是 Thermomix 哦，有4位的，对。Even 你只是一个人，你单身啊，还是什么都好，你也是可以用 Thermomix。帮到你的哦，OK，所以呢，你看，从你下面要煮汤，上面煮饭，在上面蒸菜、蒸鱼、蒸蛋都没有问题哦，OK，好，事不宜迟，我不要讲这么多了，我们先就是请出我们的 Angel，他今天要为大家示范的就是6秒就可以做好我们的 lemonade 了，OK，好，Hello Angel。Hello，大家好，我是 Angel，Angel 是我，大家晚上好。是的，我今晚就是要来表演啊，这叫是表演了。为什么呢？因为太夸张了，竟然 Thermomix 可以用6秒的时间可以做出一杯 lemonade，事不宜迟，我现在马上变给你们看，真的是用来变哦。这个时候我就用冰糖，然后我叫出我的称棒。Thermomix 也是有称棒的哦，它已经是 built in 的称棒了。所、so, 以我就量90克的冰糖。老师每次讲啊，看图写话，看图写话。老师也有讲哦，看图不可以讲偏话。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放硬的冰糖哦？OK，我放90克好了，90克，真的不可以讲偏话的了，我也没有骗你的。那你们就看，我用2秒的时间哦，给你们看哦。我就叫出它的 double，这个也是小美最厉害的功能。为什么？我可以说其他的家电真的是不可能，应该我不懂啊。现在我知道的只有小美可以这样子做。为什么？它可以从这么硬的哦，这么硬的冰糖哦，搅成粉。来，我现在马上做给你们看，2秒哦，你们等哦，真的是2秒哦，你们算一，真的是一哦，等一下哦。啊，它关起来了，你看啊，2秒。2秒，我没有骗你的，真的就是2秒，不可以讲骗话的，你知道吗？看图不可以讲骗话的，我给你们看，现在变成什么？变成粉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再用另外的4秒，刚才我用了2秒，对不对？我再用4秒。然后这个就是我的柠檬，OK，我就把我的柠檬哦，我没有骗你的哈，我的柠檬哦，
放进去，还有加水，也是一样的。我就叫出我的称磅，称磅呢，我就放八百的水。你看是不是很方便？还有称磅在嘞。这个时候嘞，我也是一样。刚才我用了两秒，对不对？现在还有另外的四秒，因为我们讲六秒嘛，我没有骗你的。你再看 ，turbo 又出来了，它的 turbo 功能又出来了。两秒，再来两秒，就真的是六秒。噔噔噔噔，你们注意看。注意看哦，然后当它好了，你看它还会自己 automatic 打开，这个是 very magic。那我这个时候倒出来，真的是六秒，我没有骗你，对不对？然后这个网锅呢非常好用，这个网锅除了可以煮饭之外呢，我们可以过滤，过滤就是我现在搅的果汁，所以我给你们看。你们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就真的是六秒哦。然后其实还有很多的，那我先导出来给你们看。你看，真的是六秒哎。然后很 magic 的是东西是什么？你知道吗？很 magic 的是它呢，当它搅出来这六秒呢，它搅出来的水，你看，是渣，已经是给我过筛过了，看嘛。然后真的是只剩下水哦。然后你看，我现在 倒一大壶出来耶，就用六秒的时间而已，六秒的时间而已。然后再来，你们再给我多几分钟，我让你们看看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全部人都奇怪讲说，哎，怎么小米真的这么厉害，六秒可以做出这个 lemonade， 真的是这么厉害。我给你们看，我没有骗你们的哦，你看那个种子还在。你们看到那个种子吗？你看我讲话都变声了，因为很激动。因为每一次我一做到lemonade，我真的是很激动。因为你看它的种子原封不动的在，然后你看它的皮，它的皮是皮，它的肉它是榨干它的那个肉的咯，给你们看。对，刚刚就有一个朋友问，就是这个 lemon 是不用扒皮的吗？对，你看吗？对，看不用扒的。然后我还要讲的哦，外面如果你买的那些 lemonade 哦，会有一点苦香苦香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搅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种子一起搅下去。为什么会苦？是因为它的那个种子。可是我刚才给你们看了，我的种子是原封不动，整颗美美都在的哦。其实它这个功能真的是，我只能讲，只有小美做得到，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然后你看它搅出来的。哇，你看那个 lemonade， 真的是只有那个 lemonade 的水，就是柠檬水，它的渣还在这里面。除此之外哦，你的六秒不只是做这个 lemonade 而已，你也可以做 pink lemonade。还有，你们一定听过的那个叫嘎宅熏龙啊，听过吗？有。其实它也是用六秒，同样的这个功能，这个 turbo 的功能，就这样子搅出来。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好奇嘞？不用好奇，你买一台回去你就知道它的厉害了。真的，对这个 lemonade 呢，真的是我看了这个，之前我买 TM5 的时候呢，我一看到这个 demo 就OK， this is the one I want， 然后我就这样买了回来。对，你看 Angel 就是每一天他就是会做这个 lemonade 给他的家人吃，而且他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哦，你看他每一天喝 lemonade。啊，然后可以给孩子喝。好，所以呢，我们谢谢 Angel 的分享。大家你看 ，Angel 是一个很 energetic 的一个人来的。你看他讲话，全部人都很喜欢看他的 demo。好，谢谢 Angel。那么呢，我想问一问大家哦，这里呢里面的90多位朋友呢，你们有谁是没有 Thermomix 的？如果你是没有 Thermomix 的，可不可以麻烦大家写一个零给我们知道看？就你们可以写一个零，或者你有 thermomix 你也可以写一个E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知道好 OK， 所以呢哇也是有零哦，有E哦，有 TM31 耶，哇你看 TM31 user 到现在都还在用着哦，所以呢真的是 thermomix 的这一个管理力真的是很好啦 OK。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 flip charts 器好吗？
OK， 所以呢，基本上呢，很多人说呀，哎呦，灯泡命这么这样贵，对，无可否认，这个价钱呢，每一个人在这种时候都会觉得它是很贵的一个 machine。可是我们不要看它的价格，但是我们要看它的价值在哪里。OK， 你看哦，它一台 machine， 它可以是你的 measuring skill， 它可以是你的 chopper， 它可以是你的那个什么破壁机，它可以是你的 rice cooker， 你的 blender， 你的 steamer， even 你的 sous vide 的那一个机器， even 还有很多你的绞肉机、咖啡机、奶泡机等等的。OK， 所以它是 24-in-1 的一个 machine， 我们通常都会讲这八个字。多机一体，一机多用，真的哦，不是骗你的哦。它除了不能煎、不能炸、不能烤而已 ，other than that， 它什么都可以帮你做到。Even 我最近都有看到很多人拿它来炖燕窝嘞，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它也有慢炖的那个 mode。所以呢，来我们看 next 一个。所以呢，如果讲说你是单身的，或者你是 couple， 像我只是跟我 boyfriend 住而已嘛，所以我们是 couple， 可以用小米吗？可以呀、啊，更好更方便，因为有时。用传统方式呢是可以煮的，只是很多油烟，真的是太多油烟了，而且我又住 condo， 所以然后这种油烟真的是很 bad 的嘞。你煮一样 even 你炒一个菜爆香，那个蒜米叉一声你要抹地咯，然后等一下整间家都是蒜米味，有没有？有同感的写三，有同感的 please 我写三三三三三多多个三。因为呢 even 不管你是住 condo 也好，你住 lander 也好，很多人都会把厨房隔起来，可是因为我们 condo 的关系，我的 condo 很小嘛，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太多格局上来。哇，我看到很多有人写三很长嘞。 OK， 所以不管你是 single，你是 couple， even 你是一个 small family， family of four， family of eight 都可以用 thermometer， OK。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顾问其实他们都有两台，为什么？因为 two is better than one， OK。 因为真的两台太方便，一台你可以给他煮饭，然后另外一台你可以去煮炒你的青菜啊，炒你的肉，炒你的那些菇类等等的。OK， 用小米煮饭不会流汗，很棒，是的。OK， 你也可以开，我都是开着风扇煮饭的。以前我用火炉啊 gas 炉的时候呢，我家对还有 gas 炉在，可是我现在很怕它，因为我看到太多新闻了，所以我现在都很少开它了的，除了要炸煎蛋之类的。所以哦，你开着 gas 炉肯定是不可以开风扇啦，因为你开风扇它那个火就会不均匀嘛。So， 就现在我都是用 thermomix 比较多啦。OK， 然后你看 even 你年长的妈妈，你的父母啊，都可以买给他用。为什么？因为他的 screen 是大个的，不是那种小个的，用那种镜子去看的，不用的。OK， 然后再来看 ，OK， 我们下一个。OK， 所以呢，你每一天都可以很快速的去准备你的每一餐，从你的早餐、午餐、晚餐、宵夜啊，我们的宵夜 Queen Even， 等一下呢，他就要来给你演示他今天的宵夜是什么。OK， 所以你们知不知道啊，其实呢我们的 Thermomix 也是可以炒饭的哦。 OK， 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是先请出我们的伊万，我们的宵夜 Queen。 伊万你要 unmute 你自己哦。 Hello， 大家晚上好。所、so, 以今天呢我要show 的这一个 function 呢，就是我要用 Thermomix 来炒饭。然后如果你们是有关注一些 advisor 一段时间了，我相信你们对这一道料理不熟悉，因为很多 advisor 都很喜欢做这一道料理，就是这个 nasi kampung。 So 首先呢，我就在我的 cookie do 里面找出这个食谱，然后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的材料这样子。所以我就跟着这一个instruction放这些材料进去。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个分量减半，它这里写三个garlic， 这样我就放一个半的 garlic 进去。然后 100 grams of shallots， 你看它是每一步都让你知道你需要放什么东西进去的。所以这里是大概50 gram 的这个 shallots， 然后一些 fresh chilies， 我刚才也是切好了。切好切的方你切的话是不需要切到很幼的，因为这个 Thermomix 现在是要帮我们把这一些刚刚我所丢进去的材料 blend 成就是可以爆香的这一种状态。所以你也不需要拿出你的砧板或者是开油烟机来做这一个炒饭。好，so, 我不喜欢放这个ikan bilis， 所以我就 unmixed， 等一下我才最后加进去。还有 half teaspoon of 这一个 salt， so 你可以看到啊 ，Thermomix 这里是有一个洞口的，所以你也可以加一点点盐进去，这样子 ，OK。然后它就叫你盖上锅盖，然后你就 blend。
只需要四秒而已哦，很快。对，四秒。而且你们看哦，怡文现在是全程坐着的哦，而且还穿得这么漂亮。对，他已经把它切碎了的。所以如果你是嫌它不够碎，你可以再 blend 多一次。可是我个人是觉得 OK， 我很喜欢咬到那种葱啊，这种蒜这样子。So 直接呢，不只是它不只是帮你blend 成碎片，然后它还叫你直接包香。So 你看你连砧板都不用拿出来，你就可以直接炸这个葱油。对，就是这样爆香哦。通常我们用普通方式炒的话呢，我们要很快速，因为我们的火不大。然后 thermometer 的话呢，它就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就是控制那个温度。而且如果你跟着 cookie do 呢，它是已经是 set 好好了的，超方便。对，所以你看 even 就是很轻松的在那边。OK，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正在做爆香的动作。然后现在我正在插这个饭，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道理就是一样，这一个是隔夜饭，如果你是放在锅子炒里面，你也是一定要 make sure 你的饭是散的，等你才可以炒得均匀，不然它还是会成块的。So before 我们放进去炒，我们就要弄散这一个饭哦。然后等我一下，因为我刚刚其实是炸了那个ikan bilis，我先拿给大家看。好，所以就是这样一样的原理，你们也是可以用小美帮你的。OK， 我刚刚有看到朋友说 can fried luncheon meat 就是午餐肉，对吗？如果你是要炸到它那种脆脆的，是基本上是比较难的。如果你是要掺进去跟你的菜一起炒炒饭，是没有问题的哦。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我的这个刚刚炸的这个ikan bilis，它是很脆的哦，吃给大家看。哇，其实我也很喜欢这样子哎。嗯，然后其实在 market 里面，你们可以买那一种已经去头发了，然后去内脏了的。你看我的，越薄的这个 ikan bilis 就越适合拿来炸，对小美炸的这一个。然后刚刚其实我是 before 我去冲凉，然后我就是丢放油跟放我的 ikan bilis 进去而已，然后我下来就好了。超快，这个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25还是26分钟就好。26分钟，对，刚刚我才做而已。对，真的。现在我们有一点时间，不知道我们要 start 我们的 data rate 还是等一下。可以啊，你可以 start 你的 data rate 先啊。OK， maybe 我跟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我要买两架。其实我家里是有大概八个人的份啊。以前我是有一台 thermometer， 可是我就会觉得可能两台会比较好，因为有时候我拿来做面团啊，然后另外一边可能我正在煮饭或者是翻炒一些肉类，所以我就还有一台 extra 这样子能做其他东西这样子。然后如果你们是有两台的话，你们也可以很像一台是来专做这些 pastry 啊，或者是就是面包甜品之类的，把咸跟甜的分开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啦，而且我们家里哦是 fully utilize 这两台的，尤其是 dinner time 的时候，就可能这里哦我正在蒸一个东西，然后这里煮饭还是之类，然后另外一边我就可以直接炒菜或者是等炖煮一个肉哦。所以我这两台还蛮算 fully utilize 的啦。嗯，对，真的。这里有没有很多家里很多成员的人？有吗？有的话你们可以写多多个亿。嗯，就是给我们知道一下，就是像怡文家里这样，就是有八个人、六个人、对，四个人都可以写出来。其实要准备给这样多人哦，真的有时候还是蛮 stress 的，因为有时候要顾到别人家的口味啊，然后或者是有些人不喜欢吃这一些肉类，很像我家婆子不吃猪肉的，所以有时候我就炒了一个猪肉，我还一定要 extra 再炒了一个鸡肉给他这样子。Yeah， so 有时候我们也是很需要很像很多样化的这种想法，因为你每一次来来去去就是整一个豆腐整一个蛋，然后不然就是煎一个鱼，就是没有了的话哦， MCO 哦，你已经不懂吃了多少餐在家，大家都很累Yeah， 所以有它我真的是连早餐像晚上这样子的时间我就会利用它来做面包啊，做蛋糕啊，小甜品之类的，然后我早上我的孩子就可以吃了。嗯，对，
而且也可以怎样做呢？就是一个是可以专煮肉类，可能有些是 vegetarian， 你可以一个专煮肉类，一个专煮就是素的，也是可以。嗯，对。好，我现在就直接不用等了，我们就是直接做这个 feta wake。对。那这个 feta wake 呢，也是 cookie book 里面的食谱啦。就他这里就叫我放然后你就是丢你的茶叶进去，然后倒1000ml 的水，就是这样，很简单。这个 Debarry 真的很好喝，每一次我有顾客刚收到小美的时候呢，我都会跟他们说，你们一定要去就是做这个 Debarry 来喝，因为太好喝了。你喝了你就会止，我们福建话叫止瘾，你懂吗？就是止了你的止了你的瘾啊，想要去妈妈的瘾，不要出去，现在你在家有一台 Thermomix， 它就可以帮到你。So, 第一个 step 呢，它正在让这个茶叶就是让它就是fully absorb 进去那个water 里面啊，就是让它有很浓很浓的这一个茶香。所以这一个是使用90度，所以它不是滚烫的那个点，它是90度，就是可能小火慢炖的意思呀， yeah， 就可以让那个味道完完全全释放出来的。对，这里有朋友 Elka， 他说他每次用平底锅炒饭，每次炒到手很酸，有痛感。嗯，真的，我已经很久没有用锅炒饭了，因为我就是很久没有开锅，我很不喜欢，就是因为你炒你要压压压压压，你懂吗？很累耶。嗯，然后厨房油油，对，他说炒饭厨房也会油油，因为你插下去就是要抹地了。OK， 看我，其实我的这个 cabinet 还蛮矮的啦。所以你看我还是这样子在这里炒，然后这里是没有什么味道的，因为它出来的这个烟哦，它不是那种wok黑的那种烟啊，你知道是很不好的。OK， 然后按 next， 然后我没有放菜啦。OK， 今天的是很简单的这个炒饭，因为等一下我要放青葱，所以就 replace 那个菜咯。人可以自行去adjust 的，如果你已经熟练了之后，那么如果讲说如果你一开始还不是很熟练的话呢，你可以先跟着它一个 step 一个 step， 你看even刚才就是按那个 button 一直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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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已。 OK， 那么even现在就是把饭放下去。 Elka 说真的碰到我怀疑人生的那一种，真的炒饭真的是一个噩梦来的，可是它又很好吃哦，对不对？这里有谁喜欢吃炒饭的可以写。 OK， 350g 的饭有点垫到满地，我这个碗有点大。 OK， 然后放 without measuring cup， 所以刚刚呢我是放我的这个蝴蝶棒进去。这个蝴蝶棒呢是可以帮助你搅拌那些比较脆弱的食物，像是豆腐啊或者是鱼肉鱼片这一些。所以你也可以拿使用这个蝴蝶棒来做很多料理啦，像是炒龟雕啊，或者是老鼠粉啊，这种看起来会比较脆弱的食物。因为怎样的话，它里面都是一把刀，所以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断的现象。所以如果你是有放这个butterfly 进去呢，是可以帮助到这些食材搅拌的更均匀的。嗯，好，就是这样。其实我也没有东西做了。OK， 然后我的 data rate 这边其实已经差不多要好了的。嗯，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哦？其实我全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都是站在桌子，我完全没有站起来耶。对。然后其实最近哦，我有很像有尝试要开锅煮，可是我一直看到那个锅，我就会觉得哇。很累呀，然后我就没有，我就选择了用 Thermomix。OK， 然后现在maybe 我去准备这一个，你要 pass 给其他人先。好，可以，你的饭。Sorry， 我的饭要好了。啊，对，我记得你的饭先。那就是很轻松啦。你看，如果讲说你是大肚子啊，你很怕油烟味呀，嗯，你很怕油烟味啊，其实你更值得投资这一台，因为其实真的
你拿去做 installment 的话，其实真的不贵啦。OK， 然后你就是可以这样全程就是坐着，然后去准备料理给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吃。当你看到你孩子吃，哇，妈咪 good 哦，哇，你一定会很开心、很开心、很开心的。或者人家妈咪 I want some more, I want some more， 哇，你更开心。或者你的老公、男朋友吃了，哇，好吃哦，这个麻酱是 restaurant 的那个 standard 酱哦，哇哇，老爷晚上睡不着了啦，跟你们讲，真的是成就感满满。等一下我可以 maybe 我可以跟你们分享，我昨天就是晚上我们有跟一群的那个我们的 advisor 做了那些月饼，一般也是有做，他还做了里面放了那个蛋黄的。对 ，Hello， 我的炒饭好了，好了哎，就这样子，看它粒粒分明的。对，这个是 Cookie Do 的食谱来的。所以、你 Cookie Do 的话，你就很像不用带头脑去厨房这样子啦。所以现在我先做 next step， 就是我的这一个 tea。等一下我摆美美了，然后我让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一个 nasi goreng， 先做我的。我们就让余温先做先 ，OK。所以呢 ，maybe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 fridge 先。我等一下我们再。哎，没有嘞，不是嘞，我们 sorry， 我们是要 pass 给我们的 Han， sorry， 晚秋 ，sorry， sorry。OK， 我们先欢迎我们的 Han， 他今天为我们大家煮什么呢？来，给他去说一下。Hello， 大家晚上好，吃饱了吗？对，这就是 Han， 他今天要做为我们做什么呢？香浓花生糊，又养颜又漂亮又健康的花生糊。其实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喜欢花生糊，我自己是蛮喜欢花生糊的。然后在我接触 Thermomix 之前哦，你们知道普渡有一间是特别出名花生糊的嘛？然后我那一次我就有一次我去打包哦，然后过后哦，吓死我，一碗小小碗的 container 8块钱呢，我不知道，那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你是喝汤的汤匙啊，5汤匙6汤匙已经喝完了了。8块钱哦，哎呦，那时候我还没有 Thermomix， 所以就讲说，哎呦，你喜欢吃就买咯，是吗？然后到最后当我自己接触了 Thermomix， 然后我自己用来煮过后，你们真的是觉得，你们以为你们还这个一开始这个机器的价钱是贵，可是过后你们省的钱真的是，你们会省很多钱的，一天9块钱，有时你还 Grab 都不止啦，对不对？OK， 我们话不多说，话事不宜迟，我们就快点来做我们的花生糊。今天的花生糊哦，其实材料很简单，但我真的是怀疑，就说哎，到底真的能够做出花生糊吗？所以我告诉你们哦，我们的材料只有花生。OK， 首先我会放花生下去。这个花生呢，是我刚才下午已经是烘烤过了，你烘烤过的花生很香的哦。所以每一次看到这个花生哦，我都会想起我妈妈是一个很传统的主妇哦，然后她就是会用那种很传统的炒花生的方式，所以你们就可以想象得到咯，你们炒花生的时候，你们厨房是油油的。然后过后，你知道我怎么样呢？我就是把那个花生烤18分钟，200度，对，180度，18分钟。烤出来的花生，我在想以前我帮我妈妈剥这个花生皮就剥到我要呕了咯，所以一年我就是做了那么一次的花生，就是在汤圆的季节的时候，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季节，那个是什么呀？吃汤圆的时候。我现在都给你讲到我好像不懂那个叫什么什么节了，那个吃汤圆的。随便的，就是吃汤圆的时候啊，冬至，对对对，冬至，你看那一时太紧张了。冬至的时候啊，就是那一次只是做那个花生，因为你知道槟城人是沾花生粉吃的吗？我妈是槟城人，所以剥皮已经是很那个了。你知道刚才我用多久来剥皮吗？我就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买了过后，你们一定要记得剥皮只是30秒 ，reverse。再加买 speed 3.5， 你就把它的皮就完全剥了，所以我就你看我的这个花生的皮全部是很漂亮的，一点皮都没有了。以前呢，我就拿着这个东西帮我妈妈的时候，就在那边摇到你不懂去哪里了。而且那个花生皮还会乱飞耶。Okay， 对呀、啊，
我告诉你，刚才我剥花生皮哦，真的是很容易不了，差不多我用了3分钟就好了，我就是把它放在巴罗曼里面，就是摇摇摇摇，它就全部垫在我的洗手盆那边了，就是这样简单而已。所以 OK， 所以现在我们有这个花生，我已经准备好了吗？很香哎，因为我烘烤过了嘛，所以这个花生呢是需要200g 咯。所以你们看一下啊，我应该可以看到吧 ？OK， 所以你看这里我的 skill 哦。Thermomix 有一样好处是它的那个重量，它能够计重哦，是很精准的 ，as 精准 as 1g。所以我们现在我们就是把它归零先。所以我放下去我的200克的花生。OK， 然后哎呀，来点起来，等一下我做做使用。然后过后。接下去我放什么？我就把它再归零。我放15g 的 butter， 你们看看我放15g 的 butter。哎呀，我自从买了 Thermomix 过后哦，我其实变很懒了、哦。我所有要用的东西哦，我都没有特别事先准备哦。我就是到时他叫我做哪一个 set， 我就从冰橱拿出来哪里一个 set。就是因为你要知道我们这群人就是懒人哦，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我们的名字是懒人团哦，我们的团长就是 L 哦，就是特别懒的，他每天就给我们特别很多那些 tips for 懒人的，所以如果你加入我们真的会很好玩的哦。然后油 5g， 这个油我就再归零，哎呀 5g，我要小心倒，不然我就会四手倒多了。1、2、3、4、5，你看，就是这样简单而已哦。然后盐，他讲说半茶匙，就是大概就是一点，我就放1.5吧。可是那个点五就没有了，我就阿嘎了，就是一多了哈、哦。然后。你知道接下去做什么吗？就是我就这个食谱哦，它是在我们其中一本食谱书里面的食谱来的，所以我是没有跟着 Guido， 我就是这个是我就自己 step by step 咯。可是如果你是跟着 Guido 的话呢，他就有给你该一步一步来咯。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会让你们知道说 Guido 是什么啊，如果 in case 你们怀疑什么，你们就觉得困想。现在是2分钟。2分钟，你看我就在这样子转了哟、哦。速度七，要盖着耳朵一下。哎，真黑 ，You will be loud 啊。七，小孩子。对，我们先给汉就是去打那个花生，我们先 go back to 疑问先，他的 data rate 好。他现在在磨碎这个花生，所以有时候我第一次做的时候，我也是被他吓到了，所以我就会通知。大家说你们要小心，因为你有时候会被他的声音吓到，他就在磨碎这个花生，就用2分钟速度期来磨碎而已哦。对，好，我们 go back to 疑问先。疑问 ，Oh， I'm back。So 刚刚我正在做的就是这个data rate。So 现在他就叫我加这个condensed milk。So 我的 condensed milk 在这里。所以你们看哦，我们就是你不用先事先准备好量好的。哦，你可以看到这里是150啦，所以我要做一半啦，因为现在晚上没有那么多人在楼下，所以我就做半份，就是我就放大概60吧，因为我不要太甜。那我是可以自己调整这一个的，然后其实这一个 recipe 很好，我已经用它来做很多很多的这个叫什么这个饮料，我之前有拿来做这个 kopi， 就是很像掺冰这样子。OK。Yeah， 然后就是用速度霸来讲，对，就是这样。如果讲说你要更多泡泡 data，
我们去妈妈看了这样打雷打雷打雷啊，你这个等外面十秒就好了。如果你要它更多泡泡，你也可以再 extend 多一个十秒也没有问题哦。OK， 好，就这样子做好了。很少，给大家看，是超级无敌多泡泡。哇，是我，你不用像阿奶奶这样子在家里拉来拉去，你用的毛病烦你。而且你看有两台，是不是好像很厉害这样？而且你们有没有看到最近有没有看那个叫什么戏啊 ？Money Heist， 他们一个餐厅用四台的 mixer， 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我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哇，原来我是用就是那么高级的这一个家电，因为。这种 mixer 其实很多 restaurant 哦都是使用它的。然后最近我有个朋友还是在 Yash 上面做工的，他就拍一台这种 mixer 给我看，他讲其实我们的这一个在 Yash 上面做工的这一个 chef 哦，他也是用这种 mixer 的。Yeah, so I feel very proud 啊，因为我用这个东西是很多 chef 认同的这一个家电这样子，不是家电就是厨房用品。对，我之前有去过 KL 一个，那时候我忘记是在哪里一间 hotel 里面的了。他们那时他们就有讲，哦，我们的这个是 sous vide 的 chicken wing， 所以你看 Thermomix 也可以做到 sous vide， 所以你们要的、嗯、其实 Thermomix 都可以帮到你。好，好，等一下疑问摆盘了过后再给我们看吧。对，我摆盘了再给大家看。嗯、我们 go back to 汉先。是，哎，下次啊，按到。OK， 你们看一下我搅的这个花生磨到很碎哦，而且这个花生哦，你们知道有一个你其实也是可以拿来做抹吉哦，也是很好吃哦，闻到这个花生的香是太香了，真的是。然后原来我刚才的那个 step 是两分钟对吗？然后我接下去我做什么？ OK， 我就加水。简直就是简单到你很难置信哦，然后你就会想说为什么你花了这么多冤枉钱。 500g 的水，你看它就是会帮你量那个重量，就是很精准的重量哦。 OK， 500g 的水，然后就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糯米粉，糯米粉5g， 糯米粉5g， 我就把它归零。所以今天我做的这道菜示范能够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称重的能够是几精准，5g。OK， 然后就是这么简单，什么、啊、就是这么简单，你就是跟着那个食谱这样子算而已。对啊，这个还是我就是在一个我们 cookie dough， 我们 Thermomix 的食谱拿下来。如果你是跟着 cookie dough 的话，实在是根本就是不需要用脑，就是跟着它的荧幕不了。这个至少我还需要看食谱，可是真的是太简单了，你们。那之前我有分享过一个东西哦，我讲为什么我需要这架机器。如果我妈妈是一个很会煮的人哦，可是她给我的食谱是 agak 咯，就是 agak 姜一点，然后你放胡椒粉一点，你放黑油一点，我就妈什么叫做 agak， 所以煮出来可能吃不像哦，到最后也不是像她煮的食物。OK， 然后接下去就加糖，加糖 60g。So， 如果你们不要这么甜的话，你们就少糖一点哦。这种是很你们个人的口味吧，就是说你们不要这么多糖，你们就少一点哦。所以如果是跟着食谱就 60g， OK， 然后大家我的这个就好了咯。我只需要把它盖上我的盖子，就这样子轻轻按，轻轻转过来，它锁紧了。我就煮一个6分钟，100度。6分钟。
六分钟一百度，就是这三个，你就是在玩这三个箭头而已。速度二，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就很轻松哎，就给他煮，等下煮好了，我们再 blend 我们的花生煮好了、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就轻松完成了。你自己做的嘞，外面你买的，你不知道人家到底放了什么东西。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至少我知道每一样材料我是在放什么，少多糖少糖是我自己的选择。可是如果你是去外面买的话，人家放了什么你也不知道，然后还要怎么贵？对，对。哎，汉，我想要问你哦，平时呢你会怎样去用那个 cookie dough 的呀？就是平时啊。嗯，因为其实哦，我觉得 TM6 有这个 cookie dough 的方式真的是很伟大的发明哎。你看哦 ，OK， 我就给大家大概讲一下我平时是怎么样做。OK， so 这里你们有看到我们的电话其实是可以 access to 这个 cookie dough 的哦，然后很有归属感，你看会叫你的名字的 ，Hello， 汉，你今天想要煮什么？然后呢，平时呢，因为我们不是有群组的嘛，我看到如果我们的团队的人啊，就讲说，哎，这个好吃，那个好吃，我就会 save as 我的 recipe 咯。哎，你看，我有好几个，我有就是说肉类啊、菜啊、seafood 啊、面包啊、cake and pastry 啊，然后我有。马来餐啊，甚至你要那个叫做low cholesterol high fat 是吗 ？LCL low cholesterol LCHF 的那个都有的食谱 ，keto diet 都有那个食谱，然后 western food finger food 我全部把它归类哦。然后过后就是当我每一个晚上哦，其实我会想，因为我现在我是在 work from home 嘛，然后我还要煮午餐，因为我们都不出去吃，就是也是担心，然后打包又有时很贵，然后也是又担心，所以我都是自己煮。然后每个晚上我就会在想，哎，我的冰厨有什么食材，然后我有什么食材，我就想说，哦，我可以煮什么，我就在直接，我可以直接在我的这边里面，我按进去。然后比如讲说我明天我想要煮甘香虾，哇，这个食谱真的是超级好吃。如果你们买了这个 Thermomix， 你们首先一定要 try 这个，跟外面那个 restaurant 的 standard 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你可以加多很多碗饭的。然后 OK， so 还有跟你讲说 OK， 这个是甘香的食谱，你大概需要这个是它的容易的程度是容易还是难，它有 easy medium 或者是hard， 所以这个是 easy， 就是说很适合我们这些新手或者是懒惰的人，只是想要快解决的人。然后多少时间 prepare， 10分钟，多少时间煮，25分钟，然后可以给多少个人吃，3到4个人，然后他跟你讲你的 ingredient， 就全部东西已经 list 到好好便便了，你真的是会很感激这个东西。就好像就他就 Thermomix 就好像是我们的 waste 这样子，你去到哪里，像我这样哦，我是一个路痴来的，我去到哪里我都是需要用 waste 的，所以那个是安全感吧，我觉得，不然我就会迷路了。所以当你想要煮，你就可以放哦，我今天要煮这个，所以他就帮你 save 在那个 list 里面。他甚至还有一个 function 是跟你讲哦，你可以，你需要买什么东西，你要煮这道菜，你需要买什么东西，他已经把他 list 编出来给你要的，所以你也可以把这个 list 交给你的老公，讲说，哎，你去买这个东西回来，我今天要煮这个，或者是你可以用这个 list 来看你有没有这些食材，真的是太方便了。然后我就不会这样子安排咯。然后我觉得，也是，然后我会选的菜哦，是因为我需要上班，然后还需要照顾孩子。所以我会选的菜哦，是差不多尽可能在半个小时或45分钟可以解决的菜。比如讲说那个哈嘎杂油啊，我就只是两个步骤而已，我丢下去，然后我再焖一个20多分钟、30分钟，我就可以吃饭了。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考量哦，因为我需要提早 plan 嘛，所以我觉得 Thermomix 带给我们的好处是，我们真的是可以把很多 preparation， 就你不会觉得格兰嘎布的，你又很忙脏，因为你又在做工，你还要照顾孩子，所以至少我们的生活你 plan 得好一点哦，你就哎呀，到时到后你就去煮饭，
而且你也不用一直守在他旁边哦，就是比如这样子，我就是坐下来跟你们讲话，然后一下子剩下一分钟他就好了。所以我就觉得是说你也不需要一直死守着在那个火炉旁边，又热又臭又油又烟，所以你只是可以做他，当他在煮这六七分钟的时候，你就去做你要做的东西，回一下 email 啊，还是去看你的孩子一下啊，然后他到了过后他就会叫你，就是这样简单。我就觉得至少我们就不需要在每天紧张啊，还是想说哎要吃什么啊，吃外面你又担心说很不健康啊，因为我孩子还小嘛，就是说一个才四岁一个才一岁嘛，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大家你们真的是需要做这类的投资的。对啊，对，婉秋说还可以煮餐馆菜，这个发明真的很棒。对，这个 cookie do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发明，它真的是解决了我们每一天在想要煮什么的这一个烦恼。然后 Stella 也说 The Mommy's 家 cookie do 真的很棒。对，真的，如果我跟你讲啦，很多人讲 OK， 其实这个 cookie do 是需要付费的，它一年的年费是$39，但是呢前面七个月呢它是 free 给你的。哎，然后Hand 好了对吗？好了，这样快耶。好，我们先暂停，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吧。对，好，你们看它就 blend 好了咯，它就煮好了。所以现在我就把它做一个最后的一个步骤，我就是把它 blend 一 blend， 我的花生糊就搞定了。 OK 了，我拿给大家看一下，它现在它已经把我的花生糊煮好了哦，是很烧的，因为它是用100度来煮，所以你们拿的时候其实是要很小心的。可是因为它的安全考量也是很好啊，这架机器就是说如果当时我没有按着这个开关的话，它的这个锁是不会打开的，所以你的小孩子就算在你旁边哦，它是其实是很安全的，它不会讲说你煮饭的时候你会被烫到还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架机器很好的一样是它把它的安全考量，我们煮饭的时候的安全考量都做到很足，所以就是说我们可以避免很多意外，我觉得。而且你看哦，汉、okay. 还是跟他的 Thermomix 做的这么的靠近，很像包住他，你看他们。OK， 我现在最后一个步骤是，我就是把它 blend 哦。你们知道 mushroom soup 也是需要 blend 的吗？以前我的朋友煮 mushroom soup 的时候，就是被烫到哦，就是因为它的热气拱在那边，然后就整个东西烫到它，所以你知道这个是100度的，所以是很烫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不需要担心。所以我现在我就是把它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它叫我 blend 一 blend 它一分钟，然后速度8到10，就是从8开始，会很大声哦。虽然它很烧，可是我也不怕，你看我还就要跟它这样靠近。对，它这个速度时呢，它是会比较大声，然后它的有稍微一点抖动是很正常的。然后呢，如果讲说，如果你是开到速度这么高的话呢，你们记得一定要盖上小凉帘，你就不会被碰到啊，还是什么的。OK， 所以刚刚我说到一半啊，我们这个 cookie do 呢，如果讲说 TM6 它没有 cookie do 可以用吗？其实是可以的，你一样是可以去找食谱来 manual 去使用操作它。但是呢，我告诉你。Thermomix TM6 的你没有 cookie do 是没有灵魂的，因为你会越用越爱它，真的，这是我们每一个 advisor 的一个想法，就是真的，你没有 cookie do 真的是 cannot。 OK， 我看到汉的剩下最后的8秒， OK， 等一下他的那个滑溜溜的那个花生糊呢就好了嘞。我算一下，大概用了2分钟打磨，6分钟，6、7、8、9、9分钟就煮好这个花生糊了。大家，我已经煮好了。对，你们刚才有看到它在一直搅着的时候，那个烟是一直出来的，就是这个是很烧的。可是我为什么敢做跟这样靠近？因为我知道，就是说这个 Thermomix 的那个安全的性能是很好的，所以就是不用担心了。大家，我的花生糊已经煮好了。哎呦，真的是滑到半条命。给你们看啊，你们看到吗？我全程我是在坐着的，我就是连站都没有站过。你看，你去外面这碗东西我都不懂，你们要你们十几块哦。
哇，很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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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滑嘞。而且你看这里哦，我还可以至少有四五碗吧，应该要卖我四五十块了吧，如果是四五碗，我这里还有很多。对 ，Jess 说有了 Thermomix 真的会比较安心。我现在开火都有点怕怕。对哦，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滑 Facebook 的时候有没有看到那个瓦斯炉爆炸的那个漏气爆炸的那个新闻？那个女事主呢，她的头发就是被烧到。我真的我看了那个，我真的不敢去看。Jess，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同感啊 ？OK， 哇，你看滑溜溜的这个花生壶就好了耶。嗯，你们有看到吗？有没有想要喝？材料我都知道哎，那我看你们又要生气我了啊！今晚你们又要回去去煮了啊！对对，冷冷的天气喝这种真的是 best， 真的是 best。OK， 所以maybe 晚秋你可以 spotlight 一下我们今天的 presenter， 应该都是准备好了对吗？摆盘好了对吗？嗯，好，因为 maybe 你可以 show 一下你的炒饭 ，Teh Tarik 还有 Angel 你的 lemonade。因为你没有 unmute 到。OK， 看到吗？我的 Teh Tarik， 哇，三杯耶！你半份都可以做三杯，对吗？对对，而且是小杯的啦，就是比较小杯的。呀，哇，大家看他做的这个滑溜溜的，这个滑真的很滑耶，那个是只需要九分钟耶，所以 advisor 们可以快点做了。还有疑问的 Teh Tarik 还有他的炒饭耶，对，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炒饭，因为刚刚我摆盘了一下它焕然一新。哇，还有你看很好料耶，这个 kampung fried rice 粒粒分明耶，而且是对，很漂亮。还有那个 Angel， 这是我老公每次点的，晚上。对，你老公点的吗？是，是他要吃。等一下我就叫他下来吃。那这就是我们的表演厅。对，就是这么简单哎。太厉害了 ，OK， 好 ，Maybe 疑问，谢谢我们的 presenter 啊 ，OK，Maybe 疑问，你可以跟大家 share 一下我们这一个月的那个 host gift 好吗？好。嗯 ，OK， 我是拿我的 host gift。对，所以你们看哦，全程啦 ，even Angel 啦，我们讲 Angel， 他的 lemonade 只需要几秒，六秒 ，OK。even 的我算一下 ，even 的是八九九，没有嘞，十分钟就好了嘞。然后 hand 的也是九分钟，你看很简单。好，我 pass 给 even 先。OK，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个月的 host gift， 然后这一个我手上的呢是一个 liter 啦 ，so 他们现在赠送的这个是 2.2 liter 的这个 thermal server， which is double the size 啊，比较大。so 这个 thermal server 的特点呢，就是里面哦，你看啊，它是无接缝的，你可以看到它就是很完整的，它没有很像有接口。然后它2.2 liter 的特点就是它跟你的 TM bowl 的 size 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不管你煮多少的汤，对吗？你倒进去你的 thermal server， 你不需要担心容量不够啊，还是之类的问题，因为就是刚刚好。嗯，对，真的，这个 thermal server 你不只可以拿来做豆腐花、保温、保冷等等的，你可以拿来烫你的 macaroni 啊，一系列的东西。So maybe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host gift 的 poster。嗯，对，嗯，晚秋。所以你们可以看哦，真的是很厉害的这个 gift， 而且这个 gift、哦、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一个 gift 来的，因为它价值是360块哦。我们很多 advisor 呢，他们都会自己掏腰包去买这个 thermal server， 为了什么？做豆腐花。对，因为呢它你豆腐花你就是要冲下去，然后你需要一个保温的嘛，对不对？所以呢你看你今天下单的话呢，你就是可以拿到这个价值360块的这个 thermal server， 之外呢如果你付全款的话，你还会拿到其中一本价值160块的这个 coupon。 OK， 还有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 thermal server 它的 details， 你看哦，刚刚一问卡给你们看的是小的，可是这一次公司非常的大方，他就是直接送给大家呢，你一下单就有了。
OK， 就是这个 2.2 liter 的这个 thermal server， 而且它的材质呢是跟我们的那个煮锅是一样的，而且 liter 也是一样 2.2 liter， 而且是无接缝的咯，像刚刚Yvonne刚刚有跟我们 sharing 的。 OK， 所以呢我们再继续看回去我们的 flip chart 一下下好吗，很快速的，谢谢Yvonne。好，所以呢基本上从刚才我们的 laminate 的 turbo function until、啊、我们可以看回去一下哈。OK， 你看你要做面包，这里有谁很喜欢自己做烘焙做面包的，有喜欢的吗？有喜欢的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就是本身一个很喜欢就是做那个面包的人来的。 So 你看做面包，你要做馒头打鱼圆，你都可以用这个 这个 preset 的功能，就是 knead dough 的一个功能。而且呢 Thermomix 这个揉面的功能呢，它是可以讲说是很厉害，就是 很厉害模仿我们人工揉面那种揉面师傅揉面。我们通常揉面会揉揉揉反一下，揉揉揉反一下，对不对？对，我们这个呢就是可以做到给你的。 OK， so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哈， Thermomix 还可以帮你做什么？冰淇淋 ，OK， 冰沙冰淇淋。外面我们去买一杯 gelato ice cream 啊，或者任何的 ice cream 都好。为什么他们的 ice cream 可以保质期？或者你讲我们讲去 grocer 就好了啦 ，any grocer， 你看那一些保质期，你看了你会不敢吃，因为呢它的 expiry date 是很长的。好、哦，来再来呀 ，OK。然后你看，这就是低温烹调。刚刚我们炸爆香我们的蒜米啊等等的，都是用这个120度，它是温度控制到很好的。even 你要高温，像even 刚刚用的那个伊甘比利斯啊，你要炸你的花生，你要炸你的葱油、你的姜丝那个 ginger 啊姜丝，或者你要炸你的那个 browning onion、browning 那个 garlic 都可以 ，OK。从不喜欢用了小美后。超喜欢，对 ，OK， 很多人一开始都会觉得它很麻烦，但是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像汉所讲的，越用越喜欢。好，来 ，OK， 这个就是刚刚我告诉大家的咯，我们的 Thermomix 呢，就是它可以控制到我们的那些温度控制到很好，从37度到120度到我们的高温 ，OK， 还有呢，你可以自己做卡压 ，OK， 做卡压是一个很烦恼的事情，因为呢如果传统方式的话呢，你是需要站在你的 stove 前面呢一直搅呀搅搅呀搅，而且温度又要控制到很好，你太大等一下你里面的蛋熟掉，你的咖呀就失败，对吗？然后这些 jams 啊一样，还有这个藕泥我也是上两三个星期我才煮，哇真的是很好喝很好喝，你真的是每一口都很幸福的感觉。 even yogurt 你可以自己做哟， OK。 好，然后呢接下来呢你看，这就是刚刚我们也有说到的，你可以 four layers cooking， 就是下面你可以做煮汤，上面你可以蒸饭啊煮饭，然后在上面你可以做你的蒸你的 broccoli 你的菜，或者在上面蒸蛋蒸鱼都没有问题。 OK， 好，来再接下来哈。 OK， 这个也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的哦，这个我没有说到，这是我们的 kettle mode 咯。然后再来我们看我们的 thermomix 有什么 preset 的那个 mode， 就是这个 slow cook mode。 如果讲说你是福建人，你喜欢吃海参烘吧也可以用它，你是客家人还是什么，你要煮客家炸肉啦，你要煮什么卤猪脚啦、猪脚醋啦、红豆汤啦、什么那个焖牛腩啦，什么都可以帮你煮到。因为呢它这个是这个 slow cook mode， 它是煮煮停停煮煮停停的，所以就是慢慢的去煮熟你的那一个食物。好，来，还有就是刚刚我告诉大家的，它是可以帮你做 yogurt 的 ，OK。自从我有了 Thermomix， 我没有买过 yogurt， 我只是买过一杯 yogurt， 就是做 as 一个 starter 吧。Until now， 我每次做 yogurt， 我都是用回同样的那个我剩下的那一个 yogurt， 好，还有连 cheese 可以自己做，哎 ，OK。所以这个就是刚刚我告诉大家的这个 sous vide 的功能。我之前不懂什么是 sous vide， 我很刷酷的。Until 那时候我去到 KL 的那个有一个 hotel 里面吃东西，他就讲他就一直很 mention 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很特地要 mention 讲哦，我们的这个炸盖也类是 sous vide 了，我们再拿去烤的，所以你会吃到那个肉是很滑很多，哎，真的是很滑啦。我跟你们讲，你们可以做什么？如果你们是平时很喜欢健身啊，要控制你们自己的饮食的话呢，其实你就是可以用小美帮你做这个 sous vide 功能，就是你的鸡胸肉啦，你进去煮了出来是不是？我跟你讲，好像鸡腿肉盖也都这么的嫩的。如果你要它更香，你可以用 olive oil 放去 pan fry 一下，
就很好吃啊，再包上你们的 wrap 啊，然后或者你要用 thermomix 帮你做mayonnaise 帮你打 egg mayo 没有问题，通通都不是问题。来OK， 所以啦，就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呈现的就是有这四样食物啦。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你可以去找你带你进来看这个 demo 的你的 advisor， 然后我相信他可以为你解释更多啦。OK， 所以呢，要下单的就赶紧哦，因为我很怕公司会突然间讲说，哦，明天过后就没有这个礼物了，因为这个礼物其实真的很好用，因为它是 2.2 liter。OK， 它是 2.2 liter， 真的是容量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真是可以帮助到我们哦，保温我们的食物啊，或者你想要就是你的家人还没有要吃，你想要先吃，你可以先 keep 一些食物在这个 thermo server 里面都可以。好，谢谢大家今天进来观看我们的这一个 demo。OK， 非常感谢大家，真的 OK， 我希望。这一个就是因为刚好我们这星期六就是有我们 L 的开箱，所以你现在快点下单，星期六你就可以一起进来跟我们一起 start 这个小美之旅哦。OK， 你看有我们的 Even 啊，这个小叶 Queen， OK， 你就可以去 follow 他，你可以看他怎么样使用就是我们的 Thermomix 去做什么料理，他很厉害的。还有我们的 Angel， 他也是每一天都有煮很多好料，然后 Han 呢也是咯，每一天也会煮很多那种很容易的，因为他讲他是 work from home 的嘛，所以你们就可以去 follow 啦。 OK， 我们有很多 advisor， 他们都是很 active on Instagram， 你们可以就是去多多留意他们，然后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更多， please 找你们的 advisor。 OK， 好，谢谢大家的时间， thank you。 OK， 我期待看到你们哦下一个月的 cooking class， 我期待看到大家。好，谢谢